大家好，我是 UTD 的 Max， 现在在台北潜水展来帮大家介绍 UTD 的背挂气囊，也就是背飞。首先看到的是我们37磅的背囊，可以作为侧挂，也可以作为背挂。当你把冲排气阀换到上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当成背挂使用；转换到下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背囊改成侧挂来使用。再接下来看到的是我们25磅的单屏背囊，还有我们35磅的单屏背囊。以上三种背囊都带有内建的单屏式配器，当然你也可以加装单屏架来固定气瓶。接下来看到的是我们双屏40磅的背囊。以上几种背囊都可以搭配三种不同的背板使用，右边是我们的不锈钢背板，中间是我们旅行用的上下不锈钢板，还有左边是我们的铝合金背板。旅行用小背板的使用方式是搭配单屏架锁成 T 字形龙骨来使用。关于 UTD 背挂系统，请参考我们的官网或是手机 APP， 有详细的资料。